你好 Metropolis， 我是 Sunny， 今天我们是在上海的一个蟋蟀市场。蟋蟀在这边，他们经常是让蟋蟀在一起斗，他们唯一的原因是赌博，所以说我们今天肯定要偷偷的探到敌后，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事情会发生。这三两是多少钱？你说吧，我给你说。我说多了你就不要了。我现在跟他们上头了在交易，东西好坏再跟他谈，我谈价钱。我现在看大小，现在主要是问题。看好以后，我再跟他定价，啊。他们主要一年就是靠这个东西赚钱，几年以后就全部得高楼大厦。他们年轻人靠，他们赚了钱娶老婆都是靠他了。不能这样讲，咱们不要这样讲，你靠这个发财了，你们这个，对吧？不加饭钱，还没吃饭呢。还吃饭钱？你老公会受宠，晓得吧？他这个时候会斗。等一下就封起来，好吧？等一下我过来，好吧？这个时候他要卖200，在我手上我出他30块，30块卖不卖？不卖啊！200也看太高了点了，这个是哪有200了？现在在家里嘛。这个从就是立马大一点，牙齿小，牙齿小。最多的一天可以消它个500-600条，一天。老公在上，老婆在上海卖，对吧？今天指标完成了，打了5000块钱，不要了，晓得吧？要不就明天嘛，好吧？明天，好吧？明天箱子如果没动的话，我看。3天买完，我们这个从香港会走，我们立马在巴黎到九里啊，我们这个从香港会走啊，他那个从打死不走啊，上次人家打死不走的啊，我们这个从走的相当厉害，相迎就到我们大老街，就是大卖场了啊。刚才不是要账吗？现在不要了，刚才去抢了一个。抢了一个。到别人店里去抢了一个。好的虫要在田里面抓出来，锅子大的，他们山东人开5000，开8000，开1万，2万也有。师傅，侬搿搭出个是啥物事啊？你搿是斗蚕结用啊？斗蚕结，公司里头，这个蚕结放到搿里。啊。为啥搿种侬觉得蛮好？是侬没蛮好，养蚕结抢的，凶的话不人家对方蚕结吃了。啊！一路上头兜一天兜十几只，不是。我那都给我那吃了。要会兜的话，像这个虫也是要学，这个虫要高厚、宽大，牙齿要大，那个腿跟脚都要肥。肥厚，他这样的虫会斗，这个是牙子，要打之前天天晚上给他配一个膜的，而且这个膜的不行，还要换一个老婆。要换新鲜的，要换新鲜。真的要换。他配不上就要换的。一个公的要配5、6个老婆了。这个血色，这个他会交配的好，他就是力量斗起来更大。要斗单没啦？十几个钞票啦，根本不要。那十几个钞票好看啊？钞票没有啥意思。没钞票，可斗不像意思。那钞，可斗，斗不像那么洋子。那个你要斗钞票，能到3栋，一斗有个斗到是100多万。100多万啊？买了啥地方啊？但是人家不告诉你呀、啊。哎，我不晓得呀。人家不告诉你，因为这斗这个蟋蟀哈，他们去斗的，他们手机都关掉了。你大巴车开车去，人家都不知道的，知道的过后就要杀的，你把你几包不是完蛋了，肠子爆掉了。啊、你要还2年了。这倒是。不是肠子爆掉了就没钱赚了，是吧？这吃来了就牙齿碎来了，娘。牙齿没了，牙齿坏了。已经斗了碎了。斗得好了，他斗几十分钟，斗半个小时。这拼的打，拼的打，打死不是打了看了，最精彩的这个是。
这个兜的是最好看的。可是牙齿头啊，这可以。好好好，要七的七的七的。哎，就是这么看的。这里是兜着磕头。啊啊，这个走，磕头磕头。米线磕脱了，比毛病有毛，当米线当了比神经病了，拿到取了哪个？新的输的，输了就不要了，赢了再继续打。你弄脱了就没有，不米线磨了就磕脱了已经了，两个不要了。你喊脱了。忘了炒了，已经不过上去了，不行，不来，那不得了，已经当米线了，当米线了不想来，那，居然又看到居然哈哈哈了，惊着我了，哈哈呀，那个稀罕嘞，这样多久？有了有了，相当上了，不止一块，哎呦，中国人就是玩这个东西，啊，人家以前香港来老板来买，他50,000-100,000，好一颗打掉要买，这个好，有这专门要这个有养丝，养蟋蟀的养丝。要给它弄干净，要给它配补的，要给它吃什么，专门要配养丝。这养丝工资一般要比白领要高多了。在这地方卖蛐蛐的人都是小碗碗的，这打个3,000-5,000的，万了8,000的。这到我们家乡去的人，那都是玩大价格的。这个大了5万-10万。20块。那就不得了了。也就老了，好嘞，那讲的讲的，好嘞，行了行了。他一般在7-10里边，你就住在隔壁你都不知道，你就住在隔壁都不知道，门一关，几个人一到场，老板一商量杯好茶一喝，就说打麻将的，然后蛐蛐一发出来，开始斗了，你根本不知道的。我这才能管好来了。老头子别想，不要担心。好了，兄弟，好了，兄弟，老头子，好了，来，好了，来，好了，来，好了，现在斗不起来，能去斗一下，斗斗完了。他批发嘛，全部要。生产力。上海人买了一个好蟋蟀，那一夜都睡不着觉，好的不得了，我跟你讲。是。就拿到宝贝。